有，其实今天早上我们跟姐妹们的伴娘团们已经打算了好几天，也是十分用时间去打算的，就是怎样可以把她跟她的新郎团玩到最好玩的方法呢？那你今天早上惊喜吗？都蛮好啊，其实也会，我觉得我的兄弟团就很合作的很好，很给力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玩的游戏都玩的挺好的，对，都没什么难度。哇，哪一部分就是最印象最深？印象最深就是要穿裤子，但是不用手，不要用手，可以用口啊，用脚啊什么，但是要那个都。要很讲我们的配合，所以我们都很好，做得很好。对，有没有爱的宣言？有啦，有啦。其实爱的宣言就是他写的，给我念出来，逼他说，蛮感谢的，但是也是很感动。没有，不想演，我有一点真的讲到，最尾的时候就有一点感动咯，没有，眼泪还没掉下来，但是在忍住了。对，那我自己写的话就已经知道了。对对，但是我是有一点惊喜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比较先哭的，想不到是 Fred 比我还要眼浅，是这样说吗？容易流泪，所以就希望今天下午跟晚上我们要继续加油，因为我们也是很感性的人来的。